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举办2012世界地球日顶来地球彩绘立嘉恒环保画画比赛，提高环保意识，向下扎根，欢迎就读嘉义市各中各小的学生踊跃报名来参加。嘉义市环保局今年世界地球日画画比赛主题以全球暖化、责任减碳、资源回收、生态保育等等相关环境保护议题，邀请就读嘉义市各中小学学生踊跃报名参加。一方面提升环保意识，向下扎根的基础之外，也借由环保创意画画竞赛，得到更加多环境保护的同心协力新力量。希望说这个比赛就是希望说借由大家在画图一个绘图的过程哈，能够了解到，我们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，还有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环保议题哈，像节能减碳，还有资源回收，这都是我们平常能够遇到的哈，而也借由学生在这个绘图的一个过程中哈，他会去想这样一个环保的一个问题，还有注意到我们一个生活环境。鼓励同学尽情飞扬，发挥想象空间，任何环保议题拢会当呈现。相关奖励金有3000块，奖品相当的丰富哈。第一名有3000元的一个奖金，第二名有2000元的奖金，第三名有1000元的奖金。那其他会另外再选出7名佳作，也有500元的一个奖金。画画比赛统一以四开图画纸参赛，报名表请粘伫咧图画纸后壁面，并且以100字以内简单说明画画主题。作品收件日期自即日起到3月31号为止，以亲送也则是邮件家己市环保局的方式报名参加。新闻新闻蔡明东家己市。